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光凯。相信对于很多和我一样的重度数码用户来说，每天出门时，手机、手表、平板一样都不能少。为了能够喂饱它们，还要携带各种的充电插头、数据线，以及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充电宝。背包里呢，总是鼓鼓囊囊的，凌乱不堪。 我知道一款充电宝可以从根本上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走去了解一下。这是一款磁吸分离式充电宝，采用模块化设计，它是由充电器和充电宝两部分组成，中间是由强力磁铁连接而成。充电宝自带双线和双口。 可同时满足4台设备同时充电的需求，是外出旅行的必备好物。只带数据线，没带充电插头，别担心。 磁吸分离式充电宝的充电器模块自带一个隐藏电插头，只需把充电模块取下之后，电插头部分即可变成一个45瓦的氮化镓充电器，可以直接给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等大型数码设备充电，不必携带笨重的充电器，真正做到了为出行减负。 与此同时，充电模块自带的隐藏插头与充电宝模块合二为一时，在不需要其他设备的情况下，就可以给自身充电宝模块充电。AC 插头与 Type-C 2种蓄电模式，确保充电宝的能量饱满，不再被电量低请充电的恐惧所支配。 磁吸分离式充电宝一站式解决你的充电续航要求。这是一款将充电插头、充电线和充电宝完美结合于一体的出行续航神器。日常出门旅行，带上它一个就够了。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神奇的电路积木。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什么是电路？电路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如何让小朋友们了解这些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呢？别担心，这款积木帮你解决。它能让小朋友们轻松地了解电路知识。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们都小一点声。3、2、1，大家好。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电路实验啦。积木模拟了电路元器件，刚刚的实验就是通过连接电源、话筒、灯泡等多种元件，通过声控的方式让飞盘起飞。 其中，拼插式的连接方式可以让孩子随意结合，搭配出更多炫酷的效果。可以看到啊，积木有正负两极之分。那么我们再来试一试，通过改变串联或并联的连接方式，又会搭配出什么神奇的效果呢？ 积木中的光敏模块、振动模块和话筒模块可以模拟我们生活中的声控灯、光敏传感器等，让积木通过光、电、声等多种方式运作起来。遇到复杂的电路不会拼怎么办？别担心，我有秘籍。 这里面包含了80多种电路原理，轻松模拟真实场景，让孩子边学习边玩耍。培养孩子的兴趣才是学习的基础。积木通过简单的电路实验，将抽象的电学知识变成了看得见的炫酷效果，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索精神，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成为小小物理家。赶快动起来吧！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灭蚊灯。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佳艺。夏季一到啊，天气炎热，蚊虫突然增多，不管是谁都难逃被蚊虫叮咬。而传统的灭蚊器是通过化学方式灭杀蚊虫，如果长期使用，对身体有害。所以你需要一款既可以灭杀蚊虫，又对身体无害处的灭蚊神器。 而在我手中的这一款灭蚊神器是通过物理方式诱杀蚊子，健康环保，对身体无害处。走，一起体验一下吧。这是一款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灭蚊剂的智能灭蚊灯，内置的紫色 LED 灯珠可以散发蚊虫最钟爱的335毫米至395毫米波长的紫外光。 利用蚊子的趋光性，360度全方位精准诱导蚊子靠近灭蚊灯，为灭杀蚊虫做好准备。你以为只是这么简单就够了吗？不，想要将蚊子聚集在一起啊，仅仅依靠紫外光是不够的，还得依赖智能灭蚊灯的仿生诱蚊功能。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智能灭蚊灯的仿生诱蚊功能是通过模拟类似人体气味的二氧化碳和体温，进一步诱导蚊子靠近灭蚊灯。在捕捉到蚊子之后，灭蚊灯会利用蚊子身上的性信息素将其释放出来，从而能引诱其他蚊子的大量聚集。当蚊子被大量聚集后，内置的涡轮无级电机可以为其提供强大的气旋吸力，能有效瞬间吸入蚊子。 实现物理高效捕杀，让蚊子有来无回。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这么强劲的吸力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影响夜间睡眠呢？别担心，智能灭蚊灯采用全新降噪技术，当它运行时，声音只有25分贝，安全又静音，还你安静睡眠。 与此同时，发出的紫色灯光还能让灭蚊灯秒变小夜灯，告别蚊虫叮咬的同时，助你夜间起床不再跌跌撞撞。智能灭蚊灯，夏季里蚊子的克星，高效又环保，纯硬核物理灭蚊。有了它，就能高效地捕捉蚊子，为您提供一个更加清洁、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这个夏季灭蚊选它就够了。